白雪的身体上长着大大的眼睛，没有人能够抵挡她的蠢萌魅力。森林广袤而神秘，里面生活着很多有趣物种，它们都是人类的好朋友，然而很多却在走向灭亡。眼镜猴就是其中之一，它是全世界体型最小的猴子，体长仅有9到12厘米，喜欢生活在茂密的丛林中。眼镜猴有着超乎寻常的魅力，因为这家伙小脑袋瓜上长着一双灵动的大眼睛，炯炯有神，甚是可爱。他们的大眼有着极强的夜视作用，所以他喜欢白天睡觉，晚上活动，颈部可以旋转360度，也能在间隔几米的树上跳来跳去，主要吃昆虫和小蜥蜴。眼镜猴的一生几乎都在树上度过，从来不到地面活动。他们已经在地球生活了6000多万年。但1921年，一只眼镜猴标本出现在博物馆，让人一度以为这种美丽的精灵已经灭绝。直到12年前，科学家在印度尼西亚的深山老林中再次发现他们的踪迹，眼镜猴才得以重新回归。你喜欢这种萌萌的小可爱吗？好看。